来，蔡毅，我跟你请教一下，在我们这个文本里面，《暴风雨的夜晚》讲到狼跟羊这两个属性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太可能做朋友的。但既然这个文本里面引发了这样的文本，让我们看到它的冲突，今天你是不是那么坚持要去跟杨梅做朋友？那既然你愿意，那你身为一只狼，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你的狼群伙伴们不要吃杨梅？第一招是忘记了，拿你的卡片来看，来，这一张，好，来，你的是什么呢？给别的动物代替杨梅。哦，你会去找是不是？像什么啊？牛。牛。嗯。为什么你会第一个想到牛呢？因为牛比较大只。哦，可以撑比较久，让它吃比较多天。而且牛肉串比较好吃。哦，你是结合你的日常的一个经验说牛比羊还嫩，就对，是不是油脂多？你要肥力就给它来个肥力这样子，嗯，很好。牛排。来。那假如他们那些这个狼就是还是好喜欢吃这个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说牛没那么好吃了，我们就是喜欢吃羊。那给他吃绵羊，所以你吃绵羊哦，你说不要吃山羊，改吃绵羊，毛多了点，但是说不定也一样可口哦，对不对？不要局限在同一种。同一个单一是这样吗？弹性。那你的第二招是什么？嗯，我没写。有啊，你刚刚有讲啊，就是说忘记了你的陷阱，你忘了。哦。啊，你的陷阱还记得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嗯。你要搬移呀、啊。好啊。搬移。是吗？还是说你要怎么样？我要。你要怎么样告诉狼群说，除了食物以外，还有更多可能性？直接请杨梅搬家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你讲得很好。刚刚有讲到一个点，就是让他们找不到不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一直帮狼找啊，就只是说，哎呀，我偷偷跟那个杨梅设计好，找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一直带着狼在那里兜绕，但是就找不到。但是我一直有在帮忙，他就没话讲，是这样吗？嗯，所以这一招是什么？声东击西是不是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还是调虎离山之计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就是让他找不到他们真正的聚落啦，嗯、是不是这意思？嗯嗯。好。那接着，如果你是羊妹呢？羊妹，你要怎么去说服你的羊族群的人说，放过我跟那个卡普做朋友？但是那些羊呢？搬家。搬家哦，怎么说？你要怎么帮助羊？搬家，然后跟卡普说我们换到别的地方去，然后再然后，刚刚你说好像是说什么设陷阱嘛，对不对？我搬到比较内山的地方，原本住的地方前面就设陷阱，嗯，让那些想靠近的那些狼，嗯，会被一网打尽，嗯，是这样吗？谁叫你来吃我们，就不要怪我们了。嗯，啊，他第二招还有什么？嗯嗯，我想到吗？好，那没关系，那我谢谢你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招就挺好用的。其实羊害怕的不是要去攻击狼，他们只是想要防御嘛，是吧？好，谢谢。